urbanisation on a huge scale and a booming economy that is now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hina made these achievements after decades of efforts. Bu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iracle, 100 million people had been struggling in absolute poverty. 1.4 billion people yearned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medical care. And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implement self-reform in the new era. Leave no one behind. This has b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romise. Can it keep its promise? Can it do so in a decade?现在基因确诊是SMA脊髓性脊位缩症，那如果不进行药物和康复的一个干预治疗的情况下，各种功能会逐渐的丧失，那么会丧失这个站立和行走的功能，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需要最终靠轮椅，最终可能会危及生命。妈，爸爸啊，哎呀，你真棒，没折磨孩子，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你要告诉他什么什么会，突然一下子没有，可能也没有这么折磨，让人接受不了，就是你一天一天看着他，一天不如一天，哎呀，反正就是给孩子活活折磨死的这种感觉。 SMA is a rare genetic disorder that is now the top cause of death for children under two. Up to 1 in 6,000 newborns are diagnosed with the disease worldwide. Tia Chu is one of them. 你这样说我有点害怕，那个医生说的话也特别沉重。他说：“就你自己吗？”我说：“啊。”我说：“什么？”他说：“他说你这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能治病，能维持，但是咱普通人家也治不起。”我当时心一下咯噔一下，后来他就说：“他说你听过那个天价药没？就是那个50万那个。”我当时一下都懵了。 那你说这50万人胆大还是不大？肯定大呀！哎，哎呦，那负担呢？小孩天天都退化，你能接受了？他可能他现在他还会走，他可能就是半年之后他就不会走了。你这干多少年？咱俩会给他挣回来。借钱呀，再卖点样吧，不管咱们先给这个钱给弄出来。One single SMA injection in China can cost around $100,000. And a child with SMA needs at least 3 shots per year. That kind of money is beyond even imagination for almost all Chinese families. 人家都说就让放弃，包括亲朋好友也说，说你真的是确诊了这个病之后，你就放弃，咱也不治，你再生一个孩子这种。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我可能接受不了。 Though there are about 30,000 SMA patients in China, they still make up a tiny fraction of the nation's 1.4 billion people. Their struggle is often unseen, and their stories go largely unheard. 越来越没劲了，然后我也不想走了，一走就摔跤嘛，也不敢走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站不起来。你看，这是我想象中学校的样子。小的时候的时候，可能会经常想一些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以后就这样了。我也习惯了，从小都是被爸爸妈妈这样扛着抱着。 小的时候我好像还可以自己穿衣服，现在没有小时候有劲。我哥哥也是，妈妈把他抱到车子上。
别人问我的时候，我的口头禅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两个孩子走在我前面。我以前如果我要是不在了的话，那孩子就是会很受罪了。他躺在那一动都不会动的时候，那身边就是一时一刻什么都不能离人。For many patients' families, every penny counts and every shot matters. 就借钱，就各种借钱，就把家里什么能变卖的都卖了。我们家的车也抵押了，然后也跟亲朋好友借了点钱，就记得还差15万还是20万，就把这个55万都凑齐了。Tietu's mother is doing all she can, but still it's far from enough. All she thinks of now is getting the next shot needed to save her son. 先坐着啊，别动啊。先上个厕所，然后洗洗脸。The medical bills for her two SMA children are overwhelming, but Xu Xiaojian has to cope.She's determined to help her children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别人不超过20岁，我要好好的养着他，我要让他多活一年，是一年的吗？这个人漂亮了，就这都看着都比那比尺子上画着舒服。孩子也懂事，我就想着让他少受点罪，让他多维持他一年。他们有时候看着就是让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有一点想去上学。那现在我国首个获批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进口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过医保灵魂砍价之后，以3.3万元每针的地板价进入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是吧？来一次生两次熟，没有来几趟了？啊，知道是。
另外入了医保之后，因为咱们还有这个低保，嗯、对吧？咱们那个新农合政策，除了你们是有低保之后，二次报销，还有这个重大那个大病救助吧，对对，针对罕见病吧，我们也有一个了一个慈善救助。也许以后还有什么啊，咱们有什么了，我再跟你们沟通。十二房是安然。咦，来，看看这什么？不要动啊，听阿姨的话，妈妈在门口等叔叔，好不好？加油！是一直想着有那么一天，孩子就是那个。能有办法治疗。好，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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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真棒啊，你真棒。来，打完之后拿个，嗯，这以前真是有这个药的时候，70万想都不敢想。以前没有希望，现在看到希望了，就是很激动。觉得现在孩子。看到希望了，我们家里也看到希望了。其实最感激的话，还是觉得现在国家做的真的越来越好了。这个是我们打心里的，就是说的是真心话，就是觉得。现在越来越好，咱确认是要领5000的啊，我在这签字。 Low income households like TA2's family can enjoy several rounds of reimbursement as part of government preferential policies. 对吧？哦，太好了。 With the price cut, many more can now restart their treatment. They are also making friends with fellow sufferers. 开水果吧。好，你教我怎么玩。自己切，宝贝，切，自己切。哇塞，这么厉害，你太棒了。他这小孩跟我儿子小的时候那症状是一样的。我儿子小的时候也是，他只要一弯，他这个腿就像那个棍折了一样，一点弹性都没有。使不上劲了。上，往上上。你看我儿子23岁了，这像这么大的时候都是20年前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就感觉就在昨天一样的。哦，你们20年前就确诊了？他小的时候就是这样，1岁2个月开始就这样给他看，然后就这样扯着他走。觉得就是看到我以前的我，600+600，我以前带老大就是这样。天天就让扯着走啊，我那眼光也是都不敢离开他的那个身体，就习惯性的你看着看着他在那边走着的，动都一瞅都就栽在那儿了。你现在一看这小孩走路，就想起儿子小的时候。加油，上，上，加油！哎，好，好嘞，加油！前几年都不知道，也想着这个都没有药可治。对呀，啊，没有药可治，都没有药，对对，去哪都是无药可治。是啊，能有这个药之后，一听这个价钱，当时家长都给了我希望，给了我绝望。对，像我们家庭有，对呀，就是像家庭有这样的孩子，所以说咱的任何一个群体，哪怕是小群体，都不能被遗忘。新增加了147个药品，119种谈判成功，谈判药品有70个新药，7种抗癌药，那很多药是新的抗癌药，对于患者来说是救命药，是贴心药。大概已经比韩国还要，也是想韩国多的，中国多的。我们直接就终止谈判了。这个要是能给早就给出来了。现在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请问您是否在现场？我正在被联系收尾箱。好的，我们马上通知民警。
亲戚把他啥子给他搞。挣的钱多的钱就是他。他说没得钱，他回到哪里？我啥子没用啊？他说他啥子？我啥子没用？没得用嘛？房租、水电、物业所有成本在里头，挣的。我们要为了让老百姓觉得安全的话，我们的工作的质量的话，工作的范围的话会更广一些。The safety of China's 1.4 billion peopl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ts 2 million police officers. 'Duty and honor, fighting crime, and being a guardian of the community attract many young people into the force.12 years ago, Huang Hai, who had a master's degree, applied to join. 警察啊，这个职业很特殊，它是每一个小男孩啊，在小时候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梦想，打击犯罪，抓罪犯，是吧？第一次摸枪啊，兴奋，第一次摸枪真兴奋，就说哎，有没有机会看？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就遇到坏人的时候，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多刺激、多光荣的事情。喂，你好，渝北路派出所。Against his expectations, Huang Hai has never had a reason to use his gun. 树林一个左手边那个巷道进来。Instead, he has spent 12 years in a small, cramped local police station, tucked away in the neighborhood alley. 当警察是吧？向往的那种警察的那种激情的生活，打击犯罪，抓罪犯。他一来了过后，哎，怎么吵个架都吵到我这里来了？什么情况？没搞懂吗？他把钱都给我悄悄拿进去了。我没喊他过来。借了。有我啷个办吧，那个？那个嘛，老人家嘛，年龄那个大了，平时交流的事儿嘛太多。The police to civilian ratio in China is 1 in 700, just half the ratio in the UK and US.In the community that Huang Hai and his colleagues serve, the ratio is 1 in 2,000. 你好，渝北路派出所。啥子？有人敲敲我，在哪点儿？好的，我们马上过来。看来有人敲敲，这边拿下，快点，我们马上处理。哎，让一下，让一下，两回事。哎呀，没事，要那么多钱，好不舒服嘛。哎，那么多钱，连脚脚那个。好，赚钱要两下。起来，警察叔叔是好人哈。走嘛，没啥子的哈，我们穿龙门阵就好了，跟妈妈跟姑姑哈。Stopping a girl from committing suicide or arresting motorcycle thieves, Huang Hai's daily routine covers all kinds of incidents. The past decade has seen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 take Chongqing alone, from 2010 to 2020, the population of the southwestern metropolis increased by 3.2 million.To a total of 32 million. This has placed a great burden on its police. The city's police answer 20,000 emergency calls every day, and the duty of investigating them falls on the shoulders of police officers like Huang Hai. In most cases, he is called on to mediate small disputes between residents. 你好，渝北路派出所。哪个酒店呢？好的，我马上过来看一下。哎，我们渝北路派出所，你报的警吗？今天他说他有预定，他又不提前说，是不是？ The pregnant woman is in a conflict with the hotel owner because the room she is staying in has also been booked online by someone else. 你早点通知我，我可以办起走，是不是？我现在我老公又不在，我们酒店不敢早上去靠客人的门。Unwilling to switch to a smaller room offered by the hotel.She asked the police to help negotiate with the new tenant. 这一类的亲戚的话，没有模板，没有模板拿给你去照搬照抄，你抄作业抄不出来啊。他问哈，警官呢？你好，我们是渝北路派出所的出警民警。然后是那个的哈，我们是提前了好几天就预定的，所以这个酒店的人员找这个孕妇姐姐哈，假如说今天晚上有。对头。你没有提前交费的话，那可能要么我们换一个。
那个孕妇姐姐不得了了，刚刚和我打电话就是就一直在等。我是孕妇，你喊我请个大肚子啷个？他跟那个女的打电话了，女的说，他说你大肚子不得了吗？了不起吗？你等到我坐地铁过来找你。不是，在调解很多纠纷的时候啊，也要去观察，嗯，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嘛。他说他11点钟来敲门，我1点钟出钱的时候。本身这一个事情是个什么事情？当事双方，他是通过跟你的交流，你跟他的交流，你要观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更能让他接受你给他的建议。明天还有打理房间没得？明天那种东西也没得了。明天也没得了，是吧？没得办法了，已经在处理他。For the police officers, just smoothing things over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我就是不信那个人。The key is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satisfy both sides. 你要站在当事双方的立场，有的时候去考虑问题。当你把这些东西考虑得越全面，那么你自己在心里面，他就有一个大概的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方法的一个方案。你那还有房间没得？大的房间挨到窗子边边的。你们在5楼吗？好多乱，来我们上来看一下。Police officers soon find a room of the same size at a lower price in the same building. How much? 在国际哈，不是120吧？120吧？哎，国际。这里窗子可以。哎，干嘛？比他那是小区了，还是可以。对啊，这种因为我们开展的工作而让有个特别好的结局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好呀，我也谢谢你们。你要说的肤浅一点，我觉得也就叫成就感。But not every case can be as successfully resolved. 然后，如果是你们和老板的问题，我把这些东西转给200块钱。From quarrels between old divorced couples to conflicts between consumers and sellers, trivial pursuits are a daily test of police officers' patience. 我那天值班，遇到很多那种两口子扯皮的报警，尽是半夜了，非要喊我去给他处理。我说我啷个处理得了你那个夫妻之间的纠纷嘛？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打击违法犯罪，我又没得办法帮你解决的，还不得行，非要留到起我给他解决。不，关键有时候呢，像那种家务事你不给他解决，他还要翻起来投诉你，说你不，他是啊，他觉得没帮到，没帮他，是没帮他，他在哪里说得清楚啊？因为我们警察是万能的，警察也不是万能的。The dedication with which they perform the wide range of duties required by their job has led to falling national crime rates. 每天的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啊，现在的发案率的话特别低。现在以前我们有扒手就在街上摸包的，这种的话现在基本上没有，缩减了10倍吧，这个发案率。遇到任何情况，生命财产受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朝警察那个方向跑，一定要有事情一定要找警察。China's crime rate today is at a record low. Over the past decade, incidences of mugging and robbery have fallen by 96.1% and theft by 62.6%. Going out at night is safer than ever before. 我就说刚开始啊，以前不懂的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中国的警察管这么多啊？是吧？国外的警察拿出来把 biu biu biu， 是吧？真不一样。中国的警察的话是社会的基石，正因为我们管得多呀，所以说现在出去就敢说呀，不管是走到哪个国家，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基层，比如说警察或者120，是吧？或者是社区，他们这些都是作为的。有作为，老百姓一点事情他能找到人。谢谢你帮我小孩的手机找回来了，为了表达我的心意，我给你送了一面锦旗。人民警察为人民，死而复得暖人心。这个事情你要说微不足道，是吧？因为我们是基层民警，微不足道可以说，但是你要把它放大的话，它确实也可以给老百姓撑起一片天。近几年警察好得很，很好很好，说实话。那个生活呀哈，平安稳定，然后啊，出行啊哈，些安全，都是他们警察的功劳。
合作，那是国家的力量。对中国烟火是说，中国的烟火随着我们国家越搞越好。Behind police officers' heavy workload is a decade of deepening reform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formed its civil service extensively, from anti-corruption to building a clean, modern,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governance. Law enforcement has seen great changes in China to become more people-oriented. 持枪保姆这个形容特别好，很形象。持枪啊。就是说代表了法律的威严，保姆呢又是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正因为啊我们管的事情多，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身上来过后啊，整个社会上面承受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这没办法，你既然在中国当警察，你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但是用你的劳动来换取现在老百姓更平安的一个生活，可以，我觉得还是值。至少呢自己家人出去是吧，到哪里去玩你不用过于担心他的危险，是吧，人身安全这个你是放心的，因为你知道，因为你我们搞了这个工作过你就知道，不光是在你重庆，在你沙坪坝，也在全国其他地方，他的警察跟你做的同样的事情，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会保亲人自己朋友的一个安全。 Protecting people's safety requires all kinds of effort, including effort from those who have to hide their faces and identityand are trained to tackle the most dangerous situations, even risking their lives. 2021年全国261名民警因公牺牲，4375名民警因公负伤。其中，布头县公安局党委委员、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贵柱派出所民警马金涛，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18点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展一个主题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是在我们农村的孩子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分为两方进行。我认为读书没有用，因为我们农村的要种田。我觉得我种田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应该更好的还是要学习。我认为读书没有用，我们是农村人，永远都是受苦的。读书了，学习过很多知识，我们就不会受那么多苦。我不读书，我也可以去外面看。读书太浪费时间了，我可以出去先赚钱回来。那是打工，打工都是苦力活，一直用劳累，有一天你肯定可以倒下的。我带着我的老婆去工地打工，你有吗？这回。Isolated by mountains, Dadai Village in Chongxian County has been one of China's most impoverished areas for decades. It was also among the country's last villages to shake of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20. But education,se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key to eradicating poverty, had still somehow been neglected in the village.因两名老师外出看病，学校仅剩一名老师，近90名学生面临缺课问题的相关报道。那么这几天来，在当地助学团队和教育部门的努力中。贵州省铜江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2019年建成了这座大寨小学，当地人骄傲地说这是村里最豪华的建筑。
潘武王到，潘金贵到，潘祥烈到，哦，今天祥烈来了，真乖。潘好明，咦，潘好明没来啊？好，那今天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没来，那老师还是打个电话问一下。喂，是浩明的爸爸吗？啊，你是浩明的爸爸吗？哦，哦，我是潘老师。对，今天我上课的时候发现浩明没有来学校上课，我想问他哈，他今天是因为什么事情没来上课呢？他跟张帆啊，去捧个吧。他去捧放牛啊，是吗？哦。In many remote villages in China, locals often don't realize that better education can be a way out of poverty and give them much more control over where life takes them. Today, we have 几个孩子没来。那你看啊，以前我们大代村只有个小学店，是吗？只有一二年级。那么现在你看，虽然好过学校，但是这个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因为他们的思想的固化程度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去转变的，是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学生是比之前就是好了很多。之前是所有一个班可能只有几个人来，但是现在一个班有几个人没来，我都非常的难受，我都想让他们一个不少的来。潘德华is one of around 3 million workers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我一进大岛的第一感觉，我就哎呦，我怎么好像就回到我小时候的村庄了？然后我就突然，哎，我应该为他们做点啥事，我就一直在想。Born in a poor village, Pan was the first girl there to study in a middle school. Her neighbors strongly opposed the idea.That put Pan and her family under great pressure. 村里面的村民们就很不理解我的父母，然后有的人就甚至上我家来，就说你让你的孩子去读书了，以后就把我们的村子带坏了，就觉得女孩子读书无用。他们就当时在各种压力下、各种打击下，他们不放弃当老师，就是我一直很小的一个梦想。他们现在就说的最多的，幸亏当时没有放弃。Having worked in Da Dai village for 3 years, home visiting is part of Pan De Hua's life now. 哎呀，弄么木了哦？哎，木了干弄啊？还多难嘞？哦，哎呦！老在家难道你有六没？难道我六没嘞？我可能买的有了多棒啊，但是呢，都累，对你的身那还是要用的。还是要用嘛，干嘛多多的帮我要去看的我阿姑，希望干嘛多养女别的啊。人家到阿里那里就不安了，一弄的嘛，弄的嘛阿些老伯干嘛说你阿娘的啊？弄的唔对哩，些老伯嘛说阿伯老咩，伯嘛说你阿姑啊，现在那么啊，干嘛养你老嘛？ Although education could be a way for Hao Ming to change her life in the long run.Her parents saw more value in the labor she could provide.种田种地我们才有收入才有饭吃才是硬道理，就是这种他妈妈还是这种老思想。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政策那么好，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你看我也是苗族人，我也是女生，那我现在也跟我也感觉我跟别人没有区别，我也可以有自己喜爱的职业，然后能养活我自己养活我的家人。把一个人责任让责任让你享受教育，让责任为你当干的生活，爱护你，爱护两百年，对吗？太漂亮。我必须不打打掉嘞，没掉一下，我不打，不打掉。我接个，我接他打，那打掉他打拿，你想打打嘛，想打就么打。所以他需要你把监督呢。我打监督你打掉去。他妈妈也不是很同意，但是假装同意的那种，假装很支持你的工作，假装支持他孩子，实际上他暗地里他是。不想让他孩子来的这种，但我觉得就是能够出这一点点力气，如果能改变他们，哪怕就是一点点，我就觉得很幸福了。我是在
啊，怎么说呢，就是在很多次崩溃当中继续前行的那种。哎，要记名字。拉索索咪咪，热度预备走。今天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已经来了，然后第二节课呢他又跑了。你看这都是我跟他拍的，他学习的样子特别的可爱，看到他来了我真的好开心呐、啊！谁知道第三节课他又跑了。后面哎，后面那个单黑啊？后面乌黑。乌黑？哎。哦，安妮妮。哎。哎。15-year-old Hao Ming has her own thoughts. A part of her longs for the world beyond the mountains and the future she might have.孩子们读书我也不想读，想跟朋友他们出去吧，要是出去赚钱也可以的。 Deep in her heart, the young Hao Ming is not ready to depart from the life course of her parents. 看着别人放牛啊，别人在种田，在想种田也不想，不想的想吧，因为那时候你老了不种也不会种，别人种别人得吃的，然后你也不会，你要等饿死。Hao Ming is conflicted. 这片呢就是我所负责的网格。我就是有一个孩子我特别牵挂，就是之前我带个那孩子之前我觉得他挺乖的，最近一段时间上课也不认真，然后呢经常旷课，我就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这里。努力背谁的弟弟啊？啊，背你哥哥的孩子是不是？啊，你们两个还在纺纱呀？时间那么晚了，回家吃饭了没有啊？还没吃。等一下要回去吃饭，然后睡觉，快点，明早上不要迟到啊！你干啥？哦，弄毛了？啊，弄毛了？没事。不给吗？呀。不给阿嘛？没布嘞。没不给布啦？哎，几班啊？等你。几班全名？哎，你妈哪来你妈那多累啊？就两个。我不累，我也不做那个兵。你牛啊，你好几不了呢？哎，牛呢？你老做累嘛？一拿那老那么老，还经常旷课。啊，唔做累啊！啊，我那一溜啊，我那工作的，我那阿哥的，我是唔做累啊。嗯。那最你阿你呀？我妈妈嘿的话，就嘛都写嘛，我家那样嘛不嘛的。哎嘛，都行啦，而且那学费呢，我啥学了呢？你干嘛呢？干嘛写？我，你那个，我爹呢？你个爹我，没爹呢？我就在没爹呢的时候，去年个带孟西大嘛屋来，然后没得嫁到你那谁，我就嫁到你来。那没你输的，我死。潘德华 spends an hour waiting for Ji Wang at his home before giving up and leaving. On her way back, however, she bumps into the boy.你怎么让我那么担心？不想来。为什么不想来？你想过你以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吗？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那怎么样才能过好的生活呢？读书。对呀，你能够想到这样，潘老师已经觉得你有进步了呀。我看不见你来学校，我就很着急。我好几次来都没碰到你，刚我在你家等了很久。我知道你妈妈也跟你说了很多话了，知道没有？对啊。所以你要听啊。我觉得你妈妈说的很有道理啊。你今天晚上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不好？好。老师，对不起。不用给我道歉。
你要去道歉，你要跟你爸爸妈妈道歉。你看，你看他们抚养你那么辛苦，然后他每次跟你说，你还跟他斗出是不是？刚才你妈妈跟我说了，你还不知道感恩。虽然我们的条件没有别人那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别人那么好，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努力，知道吗？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你家吗？我觉得这个班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你知道吗？听到你不来了，我就很着急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孩子，但我感觉你比我的孩子，哇，我还要担心多一点，你知道吗？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好不好？你已经长大了，你不是一个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了。我相信你会做到的。走吧，走吧。你还不回家？我刚刚看到他的父母那种样子，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哎，他一定会好的，就是他从，我看得出那孩子，他是挺聪明的一个人。现在就是差一个人去引导他，如果大家都放弃的话，那真的是影响他一辈子。啊，就像我的孩子那种，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我都没有那么上心，我确实亏欠我的孩子。星期五回来。哦，星期五说下班然后回来啊。你受伤了是不是？星期五没来就星期六来，星期六没来就星期天来，星期天没来就最后一天星期天来。啊，你好懂事哦。兴奋，他发现我了，他也觉得很开心，很意外。他可能想，哎，老师说到做到，老师真的来看我，他可能这样想。我们两个就击掌，就很开心的那种感觉。With a new haircut, Panji Wang has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school on time every day. 我孩子的那个眼神、肢体语言，我就觉得这孩子很渴望去读。现在我早上起来，我们学生就有几个三三两两的或者独自的在球场上拿着一本书来背一背、读一读，我就知道他们有所改变了，心里面特别的欣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大宰村的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今年该村的潘国文被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录取，实现了高校学生从无到有的蜕变。老老爹哎，然后这条路以前就是一条泥巴路，像什么车子之类的可能都进不来，但是现在就年轻人就是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了，找工作啊之类的，现在就生活水平就越来越好了嘛。啊，以前比这个还破，以前我们可能连半边都没有，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招风嘛，那个风吹起来那房子好像是
有一半都是歪的。潘国文哥哥回来啦！潘国文哥哥回来啦！请村里大胆小学的同学们，我们到鼓楼来，一起听他讲故事。你们那里有图书馆吗？那你们那个足球场有多大？食堂啊，饭菜好不好？大学的课程多吗？哇，是不是很想去？想去。那你大学毕业你想做什么工作？大学毕业过后想回到家乡，就想帮助村里面的人，就是能有更多的孩子就走出大山去，然后出去看看，也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再影响下一代。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体育老师，想当一名摄影师，想学我姐姐，想当一名女警，当一名幼师，当一名交警和一名人民教师，因为这样能重建我们的家乡，能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脱贫攻坚，捷报频传。昨天下午，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摘帽，这意味着全国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Over the past decade, all of China's nearly 100 million people living below the current poverty line have shaken off poverty. Every county has been connected to 5G internet, giving every village a high-speed service. The toilet revolution.Has given 70% of rural households clean and modern toilets. The number of people covered by basic old age insurance has risen to 1.04 billion, an increase of 250 million. China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various task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